葛兰先生怎么把杨妹妹一整件的衣服给脱光光。那再来呢，我还是要介绍给大家我们剪杨妹妹毛的两种重要工具。第一种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铁制的大剪刀，这个铁制的大剪刀现在很少再看到咯，如果你有再看到的话，要在哪里？下雪以前非常寒冷的地方才有这种使用哦。为什么要在下雪寒冷的地方？因为它可以帮杨妹妹的毛保留的比较长一点点，这样子杨妹妹比较不容易受寒受冻的生病感冒。这个300多支，那个人速度快，一天可以剪到800多支哦。可是帮你看一下，那个工作很累，很累哦。所以我去台湾很开心，你很开心啊！外国人一天几次？来，请问你一天剪几次？2次。没事，没有啦，真的一天剪2次啦。因为葛兰今天只有2场的表演，上午跟下午，所以他真的只有剪2次，他不是偷懒哦。其实呢，要跟大家介绍，我们现在葛兰先生手上拿的这个电剪不是一般安全性的电剪哦，他跟家里还有理发厅看到的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安全装置。刚才葛兰先生有介绍，他今年已经80岁了，对不对？什么80岁？对啊，你几岁啊？91。什么时候又变91？真的啦，是葛兰先生哦，黑色的羊毛背心。为什么要穿着黑色羊毛背心？其实我们在这里的冬天常常很冷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常常工作下来会一些些的职业伤害，甚至到腰椎会受伤哦。所以葛兰先生必须要穿着纯羊毛制作的羊毛背心来保护他的腰椎。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受寒受冻而生病感冒了。再来呢，要特别介绍他这一条牛仔裤非常特别，是用2件牛仔裤制作一件的，请他自己介绍一下。啊，这个很简单，怎么写的？什么 ？Levi's。Levi's 在哪里买的？我也要。Costco。Costco 没有啦，真的，只有在台湾，他身上的配备在台湾绝对买不到。这个也是从纽西兰特别带来的。为什么要穿2件牛仔裤制作一件而成呢？因为杨妹妹长期趴卧在草坡上面了，会一些些的小树枝跟小树枝长在她的头里面哦。恭喜你哈！我还没讲完呢，你都已经剪完了，差不多了，还不到8分钟，给她掌声鼓励一下吗？各位其实不要鼓励我，这个你很简单。其实我也觉得感谢这个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羊毛得给我，谢谢他，因为这个羊毛可以做很多东西。听我介绍，来这边玩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啊，这个羊毛可以做衣服，可是你知道衣服什么？做吗？衣服要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样对耶。或者是这样子，或者是这样子也可以。I'm so sexy, oh my god。他挑起不来，他做这样。开玩笑，这个真的给各位，这个可以做，什么都可以做。羊毛衣服、地毯、袜子，哦，还有一个枕头里面的东西，很多东西可以做。可是我们现在一个问题。看羊妹妹变得很白，很干净，对不对？是。相信大家一定会去想哦，现在台湾是不是冬天呐？是不是都会非常冷？早晚的时候，这样子你把羊妹妹剃光了。杨妹妹会不会生病感冒？其实不会，杨妹妹她有自我的3种保护功能。第一种就是纯天然的绵羊油，这个绵羊油是从杨妹妹身上的皮肤还有她的毛身上出来的。可是我葛兰先生真的每次都很可爱，你们老开始摸摸羊，摸摸自己做现场的表演嘞。但是我一个疑问要问他，葛兰，这没有处理过的绵羊油好用吗？其实不好，为什么？羊骚味，羊骚味，那个东西它的皮肤会变，各位你看不出来的个保温，可是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它的皮肤马上会变成。很厚，你看不出来，因为是在下面。过一个礼拜，他的皮肤变 double。啊，第三个还有保温。等会杨妹妹放出去，他会大量的觅食、大量的吃草来保住他不足的热量，所以放出去绝对不会有问题。什么没有问题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感觉。他的感觉。他是一直享受了，因为他很害羞。害羞。可是我知道什么处理？不要害羞。拿羊毛干嘛？戴个帽子，这样子大家不会害羞了，阿姨。可是各位看到这个金羊毛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不小心给了一个烧小手伤，不要怕，我会喷药。可是金羊毛，觉得你看起来很简单哈。来这边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哦，这个金羊毛那么简单，很简单，我也可以做。是，可是各位，这个真的很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教你什么金羊毛？因为金羊毛有困难。它的困难就在它的脚都会曲起来，对不对？比较不好踢到。这时候葛老师叫你按一个开关，来，这样子，来。大家好，你好。啊，这个大腿也是，今天要把时间，这个大腿不会上来，按一个关节。好了，所以讲羊妹妹毛没有问题啊，交给大家。谢谢我们可爱的羊妹妹，也谢谢我们辛苦的葛兰先生，谢谢。哇，其实这个剃羊毛的工作真的非常不简单。请点头，准备开始，我们一起数。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数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。先掌声鼓励一下，可是你觉得很倒霉，因为你只是一枚礼物嘛，不要怕，你礼物会马上过来，因为今天天气会变，不是下雨，下水了。这个
我穿的。小姐，你要嫁给我？开玩笑，好，待会儿想要跟葛兰先生拍照做纪念的话呢，待会呢可以到我们舞台上面开始做一个排队。有没有看到我们举手的永存小姐？最近哪边好，喜欢才是重点哦。